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南投市永兴看鹰仔的平台。你入口的所在有一只冬节南罗鹰，几年前突然间消失，两年后你在民间找到，也不过重新采这只鹰仔，是把鹰仔头向南平，结果后续一两年无几只鹰仔飞来，经过讨论了后，把鹰仔头改转来往北平的方向，真神奇哦。未来的南投鹰竟然是愈来愈多。鹰兴上白桥平台入口的所在，一只用铜制作的南投鹰，伫了几年前消失。社区找媒体报道，收3000块的奖金。经过两年，去民间乡大庄村一个农民伫了田路发现报警。我每次导览到这里的时候，我都会开玩笑说，我们这个灰面鸠哈，它迷路了两年之后再回来。找到南投鹰的当中，家找到东西，刷落来就无几只南投鹰飞来，怀疑是找唔到方向。就要请工作人员把他的头改造是回去故乡往北的方向，所以就观察到南投鹰的数量回到鹰轨水村。透过那个我们的工程师再把它反方向的放好，可能是巧合吧。陆陆续续我们的鹰群在线。不管南投鹰当中对上白鹤龟影响，敢是真的？这段传奇故事是由社区民众真爱捡起来的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